可以被移整除嗰啲叫都係偶數、雙數咁解，奇數唔好到奇數就係單數。跟住俾五整除尾位，一係五，一係零，所以係圈三個。又俾二俾五整除，一定係零至尾啦，所以係二十四百一零五零。跟住俾三整除就加埋佢成個數係三嘅，譬如係一零二啊，咁就一加二咪三咯。咁咪三啊六，三加六咪九咯，咁就得噶啦。跟住俾二、俾五、俾十，就一定係俾十整除。嗱，呢個就品不可以，咁你要留意，唔係揾可以，咁你讀題目小心啲，所以係 C for cap。跟住四、一、三組成嗰個俾二整除，俾二整除嘅就係、是。如果你擺四行頭咧，就點都冇雙數喺尾，所以係三一四，別無他法噶啦。跟住呢個三一升到俾三整除，咁可以一二六一五六一八六，因為一加二加六就九，一加五加六十二，一加八加六十五，所以係。升代表二五八，五十五至差五之中，有幾多個數被二整除？由五十至六十內，你有五啊六、五啊八、六十、六啊一至七十內有六啊二、六啊四、六啊六、六啊八、七十，差五就有兩個，所以夾埋就係十個。